叫醒我的不是闹钟，也不是梦想，而是一个全新的我，一个全新的角色。每收获一个角色，就收获一种人生。角色的酸甜苦涩，我都会置身其中，每天都有新收获。角色之外，我用心生活，天马行空；人物之中，我充实自我，收获成长。演员梦不再是梦，因为你永远是我的观众。